那当然，引起我们讲的，就是那个济州岛的那个什么这些的居民，起而怎么样抗美、反美，后来就是那美国人来镇压这个事件，总共怎么样把这些济州岛的男人20000多人直接这样差不多就歼灭了，杀死。那这些女的，剩下这些女的怎么办？所以男孩子那叫做宝。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哥，陈大哥，您那时候怎么没有把你留下来？哦，大嫂在这里，大嫂在这里，难怪留不住啊！一个男的可以娶4个，可是好吃的都是什么男人吃？那女孩子要养家糊口，要养小孩，女的呢一样下海，哦，就是我怎么样肉啊，这都是给男的第一个最好的给他。不管是什么章鱼啊，到海里头的东西，可是吃的最差的就是女的，啊，这女的，那当然4个供养一个。这个茅草屋很多都是什么？我们讲的农村的那样一个居民，这个家里头没有人在家的话，他没有所谓的，我们讲没有围墙，只有前面门口，他这个地方村子的门口，这家的门口这个地方。